天如镜，我小看你了。荣枝，立刻罢手，否则我先杀了这个婢女，再杀了你的心上人。郎君，幽兰，你身上藏着什么？郎君，我派人飞鸽传书，在消灭车辙的时候发现了两粒红豆。幽兰，是你做的吧？ 你说什么？他在关键之处撒下红豆，才会给花错留下道标。我对你不薄，我连逃命我都带着你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 恋慕郎君，什么？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恋慕郎君了，却不敢让公主察觉此事。只要能远远的瞧上他几眼，便觉得心满意足。公主离开健康，我想着只要跟着公主就能见到郎君，便义无反顾地跟上来了。郎君，只要是为了你，我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。 原来，你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骗合姬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容止。可是郎君半途就离开了，我不知道何去何从，只好跟着公主。再后来，天师派灵统领找上了我，可你从来没有说过半个字，公主。 上天一点也不公平，人从生来就是不平等的。若我有你的美貌与地位，恐怕早已向郎君表白。可是我什么都没有，连悄悄看上他一眼都觉得害怕。我也是个女人啊！你们议论的诗，弹奏的曲子，我都不明白，我只能匍匐在地。 远远地望着你们的世界，这样的我，自惭形秽。抱歉了，公主，我越恋慕郎君，就越嫉妒你，所以，我希望你去死。天下爱慕荣止的女人那么多，难道你要一个一个都杀光不成？ 天下的女人再多，郎君在意的也只有你一个。荣止，这么一个为你不惜一切的小美人，你要眼睁睁的看着她去死吗？她的死活与我何干？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没用了。 下一个就轮到公主了。荣止，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三件事吗？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件了。对，求他立刻放弃一切，换回你的性命。一个一直欺骗我的人，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？荣止，我不会再爱你了。 你就去实现你的野心，做你想做的事吧。荣止，果然是荣止。 田如镜，如今我已经跑不了了。让我和楚玉说两句话。田如镜，我命令你，把他们给我杀了。
天如镜，无论用什么手段你都赢了，我也输得起。如今我和他说两句话，你也会害怕吗？田如镜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命令你把他们给我杀了！闭嘴！你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田如镜现在已经不受控制了，为了你的安全，还是晋升吧。那日我拒绝你，是因你我立场不同。与其痛苦一生，不如挥剑断情。这是你曾舍弃的，我却作茧自缚，不愿挣脱。后来，我也曾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那是我一生最轻松、最快乐的日子。我越回忆，你在我脑海里越清晰。原来不知何时，我已经把你藏在心底。我以为爱情可以收放自如，但是我错了。世上万物都有例外。楚玉，你就是我的例外。从前你为了追随我不惜跳崖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你愿意吗？爹，不，我不能。容止，你是一个野心家，是一个刽子手，你心狠到可以对妇孺举起屠刀，这样的你我没有办法原谅。容止，我诅咒你，你终有一日也会尝到付出真心却被人弃之如履的痛苦，你就会知道肝肠寸断、心碎一死的滋味。不，我不会。我的爱恨、生死，皆是由自己抉择。我不后悔，也不痛苦。生也是我，死也是我。胜固欣然，败也从容。容止。我不想留下尸身，你也莫要看，毕竟这样死会很难看。去确认一下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。你放开我，公主！你放开我！那边看看，是。快，那边，公主。you
找到了。来人，抬他出来。该死的煞星终于死了，连那个女人一并给我杀了。陛下，你若再不闭嘴，休怪我无情。天如镜，我才是大宋的皇上，那也得等到你平安回宫才算。让我来确认是不是容止。陛下，我上去看看。走。他小时候曾遭到虐打，身上有陈年的伤痕，又流落羌族数年，折断个手骨，有一块始终没有长好。是他。你别碰他。墨香，你们现在满意了吧？看到他的死，你们是不是都很高兴？天如镜，你终于除掉了贪狼星，完成了你的天道。宇文兄，你倒戈投向大魏太后，你对得起郎君多年的培养吗？华佗，你一直怪郎君骗你，他也曾经教你剑术，你为何忘得一干二净？容止，我不是要你死，我只是不服气，我气不过，我想要逼你认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宁死都不肯认错？就算是假的也好，我想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，我想要重新做回你的挚友啊！现在，你把命还给我，我把从你那儿学到的剑术也全都还你。还有你刘楚玉，郎君不惜派出所有心腹保护你，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可是你呢？你又做了什么？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也不会改变我的选择。容止杀害无辜平民，楚玉选择放弃他，这就是他的报应。来人，拿上来。杀害无辜平民的人是他。你说什么？宗岳跟沈攸之勾结，杀害附近州县无辜百姓，冒充大魏士兵，只为冒领战功，凭什么将这些血债算到容止头上？楚玉，容止是真心爱你的，你也曾为他而死，为什么你这一次就不肯信他呢？沈攸之，你往哪儿跑？还有刘玉呢？他在哪儿？他如今恨透了你，要不要追回来？大宋气势未尽，随他去吧。来人，带走。是，住手！我奉太后的命令，
将狼主的尸体带回大卫，请你不要阻拦，否则的话。这是荣止写给冯太后的信，你先看看吧。这是大卫今后十年的发展宏图，还有他多年经营的细作名单。打从一开始，他就猜到冯太后的心思，知道他要动手了。楚玉一定有危险，当君，壮士断腕还来得及。你要得到大业，就不该顾及一个女人。现在可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啊！你知不知道，宇文雄已经悄悄派人进了冀州城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看来，太后和天如镜想要联手除掉我。怎么会？你可是他的至亲，你一直在帮他筹谋啊！可恶，这个狠毒的女人，叫我过河拆桥。不管怎么样，都随他去吧，不用理会。他万一要杀死你呢？那就让他杀吧。母亲临终前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冯婷。我发过誓要一生照顾她，可惜八岁那年一场意外，让我流落羌族。他没入宫中，从天真烂漫到凶狠残酷，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都无法信任。他已经没办法回头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成为世上最尊贵的女人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必死啊。我若不死，追随我的人怎么会信服她？我若不死，她会永远畏惧害怕我。我若不死，她永远变不回以前的阿紫。所以我只能死。我本一心复仇，如今大仇得报，我将带着郎君的尸身寻一清净之地埋葬。至于我自己，我将一生为他守墓，再不踏足中原。田如镜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，告辞。走。刘楚玉，我要带荣芷走。不可以。你是郎君最心爱的女人，我不杀你，但我请你一辈子牢牢记住郎君对你的爱。来人，楚玉，带走。楚玉，她是魏人，应当回归故土。你舍得看她埋骨他乡吗？楚玉，楚玉，楚玉，不要这样！是我的错，我为什么不相信他？这与你无关。你不明白，我口口声声说不怪他，我说什么从此两忘，我就是在恨他。我恨他为什么不爱我，我恨他为什么骗我。可当我知道他屠杀妇孺，我更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会爱上他？我为什么到了那个地步依旧那么爱他？所以我才会说那么残忍的话。楚玉，楚玉，楚玉，容止。师弟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师兄，你想要和我说什么呢？今日之事，你为何要瞒我？你与公主相处这么久，想必一定会心软。若你不同意我把公主当作人质，那我之前的努力便全都付诸东流。况且这次与大卫合作，你性情耿直，一定不会同意。我当然不会同意，那是杀我数十万百姓的大卫啊。师弟，你口口声声说荣止是贪狼，是谋逆之臣，今天我才明白，
真正发疯的是你和师父才对。师弟，我们一门本是为天下苍生而存在的，可是你们为了你们可笑的命理之说，可以出卖理想，出卖朝廷，简直无所不为，滥杀无辜。你比荣植恶劣百倍。你目光短浅，看见的只是眼前的牺牲，却不能顾全大局。我是在维护天道，只有除掉荣植，才能消弭战祸，非如此不可。师弟，你其实是喜欢楚玉吧？她是第一个敢对你说不的人，第一个敢挑战你天神权威的女人。你曾经为了她动摇过，甚至答应帮她劝说刘子夜，这根本就不像你。不，我没有，我从未动摇过。一个人的眼神是不会骗人的。师弟，你为了可笑的天道，背叛了自己的心，你真可怜。闭嘴，你给我闭嘴。我没有错，我绝对不会错。或许你对荣止穷追不舍，是因为你内心的嫉妒吧。你嫉妒他拥有楚玉唯一的爱，而你却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师弟，你真的太令我失望。不是你说的那样，绝不是。为了杀死荣止，你坐视百姓罹难，你根本就走火入魔了。师弟，我劝你赶紧清醒过来，不要为了一时心魔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。阁主，这刘玉本就来位不正，此次逃回健康，整日疑神疑鬼，到处诛杀皇室子孙，臣子们要是有一言不慎，就会举族被杀。阁主，比起刘子夜，这刘玉的残暴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他呀，他不过是我找的一个傀儡罢了。我就是让天下人都知道刘氏残暴不仁。萧郎君，你才是上天注定的君王。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。那刘楚玉，他自然有人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。来此之前，不知道公主有多豪放风流吗？竟然如此腼腆。我想要问公主要一样东西。我可以给你想要的，不过你要答应替我完成三件事。能够为公主分忧解劳是我的职责。只希望公主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。你不张开嘴让我怎么检查？还是希望一直好不了。人生在世，最难的就是放下。人们总记得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而忽略了开心的事情。希望我这首曲子能让你开心起来。除了我自己，没人杀得了我。公主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不是不在乎墨香的死活，你只是更在乎我。那天我听到了什么？刘楚秀和你对我。你装睡的？是。你问我有没有喜欢过你，我说没有，但是我忘了，心动是没办法隐藏的。要问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你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是你没我跳下去那一刻，也许更早。从前你为了追随我不惜跳崖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你愿意吗？我不能。
楚玉呢？楚玉在哪儿？快去救他，他被一群黑衣人带走了，我都别去了。黑衣人难道是他？你醒了，是你，朱雀，多日不见，你连旧日的主子都记不得了，你可真是薄情寡义。阁主，刘子夜已经死了，一切都已经了结了。刘子夜是死了，但他不是死在你的手上，你还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和多年的教导，所以我把你带回来，当众处置，以儆效尤。哼！大胆，敢对阁主不敬！我是很信任阁主，可是你呢？藏头露尾，你什么时候表露过你的真容？你明明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可是你却让我杀亲兄弟。我跟粉黛不过就是你的一条狗，你要让我们按照你的指令行事，可是你何曾对我们有半点怜悯？不光是我，还有你们，又有谁不是他的棋子？你住口！住口！我凭什么住口？你都要杀我了，我都要难逃一死了，我凭什么还要替你遮掩？哼，这里的人除了那些战争灾荒留下的孤儿，大都父母都一夜之间死去。你们想过吗？你们想过你们父母是怎么死的吗？临死之前，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刘楚秀的？你不用知道那么多，带你回来就是为了当众处置。动手！师叔，你答应过我，要放他一条性命。你叫他什么？你故作不会武功，竟然是深藏不露。朱雀，你不是问我怎么知道你的身份吗？我和天如镜同出云锦山一脉，他在朝，我在野，我们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，维护天道，匡扶心地。原来你们都是聪明人，只有我是傻子。我竟然还劝你帮我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蠢？原来我的一生都是被你们操控的。不，我动摇过，只是后来我发现天意是不可违的，所以一切要按照原计划进行。什么是天意？天意就是看着百姓受苦，战争灾荒，走投无路吗？是天意让我拥有高贵的出身，然后又把我一下打落云端的。天意认定了刘子夜是个坏皇帝，三番五次置他于死地。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要把萧东王推上皇位？他明明是法师更虚伪阴险的。不对，你告诉我，刘云是不是也是一颗棋子？是不是？云锦山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们属意的皇帝到底是谁？我们到底是为谁牺牲？动手！
楚玉，天如镜，此人已窥伺天机，绝不能留。不，我说过，你不能杀他。我看你真的是疯了。云锦山一脉的规矩，外人不得窥伺天机，你现在还要救他？我有办法。我保证，他不会破坏你的计划。我不准任何人伤害他。陛下，驸马何请求见？宣，宣驸马。拜见陛下。驸马行色匆匆，所谓何事啊？陛下，微臣听闻那天如镜已经到了健康。天如镜，我还没跟他算账呢，他竟然敢独自前来。陛下，天如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擅闯内宫！来人呐，来人，来，给我杀了他！陛下糊涂了吧？我是镇守着大宋江山之人，是大宋的神。陛下虽然是皇帝，但也无权派凡人杀死神的代表。违逆神的人是要遭受天谴的。我曾对陛下无礼，那也是为了顾全大局。陛下仁德，应该不会怪我吧？你们觉得呢？请陛下宽恕天师。你们竟敢胁迫陛下！天师，说吧，你此来何意？陛下皇位来路不正，天下议论纷纷。山阴公主乃是皇室正统后裔，也是废帝刘子业的亲阿姊。如果她说废帝刘子业主动将皇位让给陛下，那你的皇位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山阴公主的存在是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，对你有益无害。陛下，我仔细思量，越发觉得不对，那个女人她根本不是刘楚玉，把她给我杀了。拖下去。天师，那山阴公主现在何处啊？山阴公主就在宫殿外等候。师弟，你为何这样做？大卫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泥潭，我答应过母亲要一生照顾冯婷，可这样一直算计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。现在他羽翼丰满，我又把机会交到他手里，我们恩怨两清全都解脱了。你让我千里迢迢找到及时哄刘楚玉开怀，可见用情至深，可在他面前诈死骗他伤心流泪又是为何？
因为我要他原谅你，而且刻骨铭心地记住，只有我死了，他才会明白，到底是曾经的欺骗更重要，还是我的生死更重要。你这样对他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他生性固执，不愿回头，甚至不愿面对自己的内心。只有这样，他才会重新来爱我。万一他决定忘记你呢？那我会用更惨烈的死亡，在他脑海里刻下深深的印记，让他永远爱我，并且只爱我一个人。容止啊，容止，你可真不愧是天底下最狠心的人，与那高高在上的大魏太后真不愧是亲子弟。师兄，这是何意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可别忘了，冯婷不仅是你的阿姊，她也是我的师妹，她早料到你会金蝉脱壳。看来她给你的价更高，只不过我没想到的是，到了如此地步，他还要榨干自己亲弟弟的剩余价值，可惜，可叹，可怜呐。所以你就乖乖与我回去。师兄，就算我身负重伤，也未必没有一搏之力。你太不小心了，荣志。对付你这样可怕的人，我又怎能毫无防备？荣芷，抱歉，噬心毒能让你从此以后乖乖听从命令。从你苏醒以后，你就只是封太后手中一把天花的剑了。公主，宴会就要开始了，跟我走吧。我还是没法忘记他。你说什么？走吧。楚玉，过去都过去了，你应该为了天下苍生而活，助我一起匡扶正义，阻止阁主的阴谋，寻找一位正直的明君，这才是你今后要走的路。人生若如初相见，相见不如多怀念，江南烟雨昙花一现，都在细雨绵绵。人生若能长相见，如何才能看不厌？去年之